您知道应该怎么样看病吗？其实看病是有诀窍，更是有窍门的。所有的观众都想要知道到底应该要怎么看病，而看病的窍门就需要由您这样的专家学者来告诉所有观众。所以我们要办这个节目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告诉我们的这些观众们怎样去看病，而不同的医生有不同的看病的窍门可以来告诉我们这些观众。另外，事实上每一个医生在他行医的过程中都累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而这些宝贵的经验像疾病的预防、疾病的治疗都能过来告诉我们的观众怎样让他们的身体得到最佳的状况。当然啦，科学呢它是日新月异的，医学的进步当然也是日新月异的。当新的科技、新的医学报道出来的时候，观众们怎么样能得知这个讯息，就需要由您这样的专家学者来告诉所有的观众们。另外，医疗保险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可以从医生的角度来怎样关顾病人、关切病人，让他们用最少的钱而得到最佳的保障。而天下卫视呢，现在就有一个新的 idea， 就是想要出一个健康保健的节目，叫做《健康好 easy》，会由我是陈昌平医师，我是沈玲，一起来打造《健康好 easy》。